该来到2018汽车创新者大会的现场，我是主持人蒋昌建。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全面开放、四化融合、出行服务的汽车供应的新时代。新时代的大创新，需要我们一起共创共行。在这里，我们要召唤有梦想的实干家们一起，胸怀梦想，砥砺前行，一起创想新时代。接下来，各位来宾，让我们一起见证荣威 Marvel X 的首次亮相。行者长城，行者长治。当今的世界汽车工业正在迈入一个大变革、大创新的时代，谁能把握趋势、抓住机遇，谁就能在新一轮的变革中先下一城，占个先机。Roewe，荣威来自上汽集团。